每到冬天呢，墨西哥中部的丘陵地带的森林都会变成一片橙色和黑色的海洋。这是铺天盖地的帝王蝶从美国和加拿大飞到这里过冬。从当地时间的10月28号开始，位于米却肯州的一家帝王蝶生态保护区正式对外开放了。喜欢集体活动的帝王蝶，有时候会成群结队的缀挂枝头，有时候呢，则会铺天盖地的飞舞起来，极具视觉的冲击力。来年的3月份，它们的后代还会按照原路返回。